再来看有假肉假肠。你要甜酱吗？小葱香菜，这是放的，一共20个。对。对，三块的，你放心，不会说你贵的，你到别人家问，嗯，我讲不是，要不三块的，老子退双倍钱给你们呗，你放心啊。吃吗？这个？好了，太配了，糟了。下来你要什么酱？不要甜酱呀？啊？甜酱是吧？现在要不要？现在来一个。不然没意思了。加什么？加什么？就是土豆丝啊，这土豆丝对呀，他从那本来你免费送的，哎，你不要那是你的事情对吧？对不对？给他，你要要我不就给你嘛，对吧？你看人家做凉皮，你看到没？他加了两个，里面加的都是肉，加了肉，加了肠。